紧牵着老婆的手登场，萧敬腾穿着白西装，新娘则是羽毛闪钻礼服，两人爱情长跑17年，终于在13号举办世纪婚礼。小两口刚现身就甜蜜互动，不止亲手，更接吻2次，闪瞎现场众人。因为整个过程他一直都在忙碌，对，我也很担心他昨晚会睡不太好，但其实很快就听到他的声音。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嘛，但是呢，主要我觉得今天除了我们自己的婚礼以外，最主要要感谢很多朋友。那这个 party 其实，还是给大家的，是为你们而办。对。透露筹备期真的不容易，宾客人数高达600位，耗资100万元。Summer 更秀出手上13.33克拉、要价1000万元的大钻戒，象征一生爱你除不尽。而整场婚礼阵容庞大，还有不少圈内好友到场，一起来见证这个很难能可贵的感情。一直以来，他们都非常的低调，爱的火热，却要装作若无其事，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我觉得他们很chill哎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party， 就是跟所有好朋友们分享他们的喜悦。不止大咖好友出席，新人的婚纱也是亮点满满，复古典雅的白纱，还有法式浪漫风格和丝缎旗袍露背长礼服，绝美婚纱美翻众人。整场婚礼星光熠熠，以婚礼为名办一场亲友派对。小两口也透露之后还安排了假期，要好好放松度蜜月。三立新闻黄振杰、王佩华台北报道。